1971年夏季華埠健康展覽會係由華埠健康策劃會主持嘅。舉辦呢個展覽會嘅原因呢，係針對以下幾個原因：第一，華埠健康情形嘅不良同埋醫藥治療嘅不足；其二，醫院同埋僑胞們之間嘅意願嘅困難；第三，醫藥費嘅高昂嘅問題。 第四，醫藥方面對華埠嘅醫藥服務嘅不足，唔能夠主動嘅將服務帶到僑胞嘅當中嚟。以上嘅原因呢，就係我哋舉辦華埠健康展覽會嘅原因。我哋舉辦展覽會嘅目的呢，就係想提高僑胞們對健康問題嘅認識同埋覺悟，同埋將檢查室帶到街頭為僑胞們服務。 喺展覽會嘅工作人員呢，多數係青少年嘅義務工作人員。喺呢個為華埠健康展覽會籌備嘅過程中呢，華埠健康策劃會取得醫院同埋其他醫藥服務工作人員嘅合作。喺展覽會中呢，除咗有醫生為大家檢查之外，還有受過經過訓練嘅從華埠嚟嘅青少年們嘅工作者。呢個呢就係肺路 X 光嘅檢查站，呢個係個十分簡單嘅檢驗。不過，但係咧喺華埠咧，好多人因為以上敘述過嘅原因，都冇得過呢種十分簡單嘅檢驗。呢個咧係性病檢驗站，喺經過幾日嘅檢驗以嚟咧，發現咧有百分率好高嘅僑胞們咧，都有可能患上性病嘅反應。 同時呢，發現有不少有後期性嘅性病嘅例子，但係因為經過呢啲檢驗及早發現，性病嘅治療效率呢得到提高，同埋痊癒嘅速度亦得到提高。呢啲呢就係糖尿同埋貧血嘅檢驗站，呢啲檢驗呢亦都係十分簡單嘅。喺經過兩個星期檢驗嚟呢。 發現有60個例子，有貧血或者糖尿嘅病。呢位呢就係喺華埠健康展覽會。 其中一位義務工作者，根據佢嘅敘述呢，有位老僑胞呢，10年以嚟都已經發覺有糖尿病嘅患症。佢同時呢，10年以嚟呢，亦經常去一位美國醫生嗰度檢驗，但係呢，到直到而家呢，因為言語嘅不通，佢直到而家未冇接受到醫藥治療。 展覽會入邊咧，亦有為小孩子們免費免疫嘅打針，包括原中毒、小兒麻痹、天花同埋麻疹。呢位小朋友咧受訪問嘅時候咧話：佢自己嚟。 呢個呢係肺病皮膚檢驗站，好多工作人員呢都係由街坊嚟嘅青少年，佢哋預先呢。
受過皇后策劃建策劃所嘅訓練，然後為大家服務。呢、这個咧係子宮癌檢驗處。呢位小姐呢亦係一位義務工作人員。根據佢嘅敘述咧，一位太太咧，幾十歲嘅太太，今日先嚟接受佢平生以嚟第一次嘅子宮癌檢驗。原因咧有三，佢話第一，主要咧就係、是，佢對健康嘅覺悟認識不高，所以認為呢種檢驗咧唔係好重要。第二咧，就因為語言不通嘅問題。呢、这個咧就係、是聽覺檢驗室。呢、这個咧就係、是。血壓檢驗室、視覺檢驗室，經過幾日嚟嘅檢查結果，發現有視覺有問題嘅咧，佔咗受檢驗者嘅14%；血壓問題嘅咧，佔8%；視覺同埋聽覺嘅咧，聽覺嘅同視覺嘅咧有24%。呢位小朋友咧，啱啱受到檢驗，醫生話咧。佢有一隻乳癌未脫，呢隻乳癌咧應該及早除咗佢，因為佢啱啱而家係換牙嘅時候，如果唔換佢嘅話咧，唔將乳癌除去嘅話咧，就會影響到後來牙齒嘅整齊同埋美觀。照呢位醫生睇咧，華埠嘅牙科保健工作咧仍然不足，青少年們咧幾年。之內都冇見過好多青少年們，幾年之內冇見過牙科醫生。就算老年人咧，有啲一生未見過牙科醫生，就算有嘅話咧，亦係二三十年以前嘅問題。有好多爛牙嘅例子發現，同時有好多因為爛牙而引起嘅發炎。經過兩個星期以嚟檢驗結果咧，有